若是无法遵守诺言的话，狗爷国冶炼厂就会变成人们的笑柄了。我们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呢？难道没有办法让那个叫一系的人回心转意吗？这位大叔，实力车段爷长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亲身拥有比赵方更优秀的手艺。在我心中，狗爷国的段爷长就是你。天君，天君后嗣被袭击了。竟敢打天君后嗣的主意，不能再这样坐视不管了，要尽快让一真阿赤登上王位。每周六日下午5点，金首录。